按多年来台东对东海岸、中国、东南非都拍呢提建议做官，初步估算全年大概有8000件的大型户外装置艺术作品，目就公共艺术。30日的是分别发展的2件，银行认真同一条南非的艺术作品。由铁高头的互通三促成的事件，三台艺术节的主办单位都加强监视作品的结构和个安全。初步估算是由19件的作品为陆续拆卸，就将再个发生意外。十月初，台东南非艺术馆发生银行窃艺术作品，而以天堂的台叶弯下来打动人的事件。十月初有银行行天堂的一件作品。一天正常蛋糕，无生意跌到天台巷出售。现阵大部分的户外太闲的艺术作品，都强调了民众的互动，逐渐个发生意外。同县政府文化处重新派人来巡，观察了大家作品过后，一几天外地经验又收了问题事件，有可能危险性的作品。主办单位、策展团队、艺术家还有游客，其实在对这种开放的公共艺术的互动。的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功课，我们还需要再学习。水埔区台东分局主办的中国太平艺术馆，本单地方向前进表示，爱来站保留的慈善太平堂巡行的马克思节，我想要有一个沃一条自然素材作为艺术作品。经过3日风采异丽，结构既然无问题，可能有安全问题，一几天的新业来拆卸。经做了3年半，进入第4年了，自然的这个时间哈，素材也已经。达到的一个耐用的年限呐、啊。2015年，潘多亚海东海岸太平艺术节主办单位撒强调，自然素材的艺术装置都有其的时间，时间都会多爱问题。不过有条的作品像系抛风景一条内底，因为银行特好诶，当然都要天气涨2-3倍。新的作品行下图安全结构，难免重要的考量。不管是这个台风啦，或者是这个靠近海边啊、海盐啊，还有这个日射啊问题，所以我们的作品的这个承受性哈，都要做一些考量。上个艺术节的主办单位也都讲，艺术节算是短期的展览，唔是长期实体啊。本单只有展览的时间多的都会拆台、换台。今晚时呢，也做了本艺术的能量，今天大家所在来流通。下个新闻是虾米？同不同？